二格、第三格、第四格、四格，这里是右边、中间、左边，所以我们写在中间。好，那我们这次要写额生其心。好，那额生其心，我们先来写额生其心，先写在第一格这里。好，仔细看哦，来，好，今天我要看哦，老师要看着你看哦。好，额生其心，额。是啊，你在这里。好。粗一点，好、哦，粗一点。好，老师有说过这一笔画要稍微长一点，要比它长哦。那没有，就再把它长一点点哈、哦。额生。好，这里有一点点翘翘的都没关系啊、哦。额生，来，你再拿一个墨尺给我。请。额生。起。好，其他的起，来，逆起笔。这个不要碰到它，我们不要碰到琴。好，心。好，心都会跑到这边来了哦。我们跑到右边了，这是左边，这是中间哈、哦。好，老师要教你画界格了，我们要仔细看。刚刚我们自己折的。要从上面画下来，这里是不是有一条？是，先画这一条。好，画下来。要有接触到。第一格，画下来。好，第二格。这个是不是好了？是，好，我们要画第二格了。好，好，这里画下来，从这里画下来。重点哦，你看哦，这一条画下来会撞到，这一条不会。好，先画不会，直接画下来，画到这，留一点点，这样子。我们都是要一次画一格哦，好、哦，你不要多画下来，不要，不要。不要这样子画一整条，要一格一格画。好。好。那老师这里写名字。啊？老师名字要写在这里。啊，得得写到高的呢，安尼。等一下这个还要用。我先把它涂开，等一下咖啡要用。好，明辉。我写一下名为明，辉，好，好，写好名辉之后，我们要盖章。先盖章，好，这个毛笔就不用了，先要在这里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好，好，来粘几下，六下，六下，哦，好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好，好，我忘记了拿本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。
我们要盖章子，因为下面是布，软软的不能盖，这盖下去会沉下去，所以要换一个本子。好，换一个本子。好，这样子哦，长的在这里，拇指。好，我们要盖在这边，盖好，盖下去。要压几下？十下。十下。好，来，你们开始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今天你们要自己盖了哦，老师就不帮你了哦。好，如果盖错怎么办？是吗？盖错要不要划写一张啊？不要。啊，不要。不要你好聪明啊。盖错的人要滑血好不好？最后好，用这个，这个叫踏包，粘一粘，粘一粘哈，粘好了，好，我们要一点一点，一点一点踏哦，这样，它是不是会有黑黑的？对对，会有产生黑黑的哈。好，不够，等一下，我要借一个阿姆尼的砚台借我一下，好。我要借用你的砚台，拿到这里来，好，加多一点墨哈。这个是要怎么样学习踏碑？下次老师会带石头来让你们踏，会让你们一种叫做干踏，还有一种湿踏，两种。我会教你们踏碑，用这个来踏哈。那踏碑这个墨汁这么多，不能直接沾哦，不能直接沾，不可以。要这样子拿到这里，粘一粘，要粘在这圆圈的地方。对，老师画黑黑的。对对，你把它涂黑了哈，涂黑了之后用这个来粘，用这个粘，粘好了。我们要轻轻的踏，你不可以刚开始很用力，要轻轻轻轻轻的。轻轻的，它就有。好，那我们要踏什么？不要碰到字，在旁边这样踏，你要自己踏。不能用力哦，用力会黑黑一坨。不能用力就会一坨。我弄一下，你看，这样就一坨，不好看。震撼有没有记得？有。要轻还是重？轻轻的。轻轻的，这个就好像是我们这一张是从石头踏出来的。我们现在要做这个效果。好，这个没有了。好，再用这个把它画一下，画一下，画一下。好，再来粘。好，粘好了，来轻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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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轻一点。我们都要全部要把它踏完哦，这个旁边的都要踏。哦，旁边。它不可以踏到字哦。字可不可以踏？不可以。所以字不能踏，所以我们要把它踏到。你看这里就亮亮了，这里亮亮。那哎，看到刘老师的名字明辉，哎，可不可以踏下去？不可以。不可以。好，旁边踏。印章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不可以。哦，好聪明啊，这是谁？好，好，踏。好，这个踏完了。看哦，我们快要踏完哦，这个等一下你通通要自己弄哦。老师会叫你，你过来这里弄，去那边盖章。写完的要用排队的，好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先讲，印章盖错了怎么办？要划写。对，要多划写一张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不要。然后你要自己盖哦，我今天不教你了哦，你可以问，可是你要自己盖，你要想办法自己盖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该说怎么办？我要写一张，好好，你们都说好了，好，我们该说就划写。